要去哪里啊？老大，对不起，老大。哦，老大，对不起，老大。对不起啊，老大，对吧？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来。我求求你好了，你叫他准时交保护费，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三个半夜叫那么多兄弟砍他一个，这样很累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们真的没有钱了、啊。没有钱，没有钱怎样啊？没有钱就这样啊。来，那我看他们干嘛？要做生意啊？我要丢垃圾，像我不要丢。过来，来啦！我手上什么都没看到，你不要没看，我给你看，我先给你看。来，欠我的钱几时要还了？嗯，过几天哦，哈。过几天啊，过几天你就要像他这样了咯。你看谁要这样啊？我也不想要这样的啊。还钱啊，知道吗？在哪儿呢？怎么不要不要、我们丢垃圾了啊，还钱啊，带他走，这个留下啊，走啊，祖先啊，你要帮我，我是走投无路才叫你帮我。那些流氓啊，常常来跟我收保护费，我哪有钱给他？再说我哥哥啊，到现在你还没有寄钱给我，那要不然这样，你给我中马票，我有钱我买烧猪给你吃，买烧鸭烧鸡好不好？谢谢谢谢。我还记得那一天，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，像往常一样过着我的生活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珊珊匆忙来找我，又是那个疯子。在这五年里，那次已经是第三次，每一次老爸都拒绝他，直到那一天。龙师傅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他小朋友，你断奶了没有？想要跟我打？喂，他说要跟我打哦。
我赢了。我还记得，就在那晚，老爸交给我一块玉，要我去帮叔叔。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中国，这就是我的故事。请问你要吃点什么呀？请问陈叔叔有在吗？你找陈叔叔啊？你等一下，陈叔叔，有人找你。谁呀？是我叔叔，我是阿杰，你的侄儿，是老爸叫我来找你的。阿杰啊？对。哇，很多年没有看到他了，长大了。来来来，坐，倒茶，倒茶。来来来来来。来来来，啊，对呀。你爸爸有叫你带钱过来吗？有，这里。哦，这样少啊？啊，吃一餐都不够。小心，拿回去。啊，去，回去。哦。你爸爸还有什么交代？只是交代我可以这样帮你。帮忙？啊？帮忙吃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这里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钱啊。钱啊，你知道吗？钱是很重要的。我跟你走走走走走走。对不起，叔叔。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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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叔叔，走走走，走啦走啦。你他妈的，你竟然拿东西丢我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啊，是他，你到底是笨的？我明明看见你拿东西丢我的，没有啦，我看你眼花了，你很累嘞，有熊猫眼。你讲我的眼睛像熊猫，我现在打到你变熊猫。哎呀，要生气不要生气啊！这点钱你拿去。你欠我很多钱，知道吧？知道知道。这是什么？钱哦。这么一点吃一餐都不够啊！走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欠我的钱快点还了啊！哦，他妈的！哎，吓死人了，晶晶。那是你的店呀，你自己不去管，让外人去管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我跟你讲。这种情况呢、啊，我宁愿做女人，也不要做男人。功夫啊，我们也会吗？来，说出你的蛇拳！别跪去啊，笨蛋！哇，厉害啊，打到流血啊！给我上啊！哎呀！更他妈的，竟然打我！我一定会来报仇的，我报仇了！走！完
完蛋了，真是完蛋了啦！我的生意不用做了，他们会来报仇的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只想帮你啊，叔叔。你说什么？来帮我啊？你是来害我啊？你帮我，这里一路还是这样的，没有人敢惹他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我看，你还是走，你走，走。但是，不要挡事，走吧，越好，走。对不起。不用对不起，快点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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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走，走，走。哈杰，有些事儿我想跟你谈一谈。什么事？我叫小青，从小就跟陈叔叔打工了。今天的事情你千万不要介意啊。其实陈叔叔气消了，他还是很好的。我了解。哎，等等。可是他已经赶我走了，而且我也没有地方去。我有办法啊，不如这样，你先去前面的咖啡店等我，等我下班了就过来找你啊。去嘛，我会尽快过来找你的。嗯。